其中一盒市价500块，开放做体验，没错，一定要吃过。那为什么？因为其实为什么要最后一档？为什么要最后一档？其实因为现在牛肉都涨价，实在涨得太凶了。对，那我们跟金华其实来来回回谈了很久，但是因为没办法，真的涨太凶，所以要跟我们合作不了，所以他们要收回去自己做。所以今天呐、啊，这一档做牛肉面从来不会有他们那种长官来，所以他今天特别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副总，你也有准备公文，他有准备，你也有准备一个公文。没有，其实我的公文也不是，我这公文是要给他的，就是告诉他说，接下来。真的很有可能就谢谢再研究了。其实我们副总还蛮中意他的哈，就是金华酒店感谢东森 VIP 会员，已经卖了70万盒了，已经70万盒了，非常感谢东森的。然后近期因为原物料大涨，疫情解封哈，然后包含牛肉涨幅20%以上，不好意思，导致我们跟东森独家的代理无法延续。是金华酒店的冠军牛肉面将收回去卖了。Oh my god！ 金华酒店一年一卖，今天是告别我们直接。涨价前的最后一卖，是的，涨价副总，涨价是一定要涨价，一定要涨。未来就是6盒，对，2280，今天是1890，带回去10盒，再加上我们金华酒店的。真的要赶快抢，因为这个是金华酒店牛肉面涨价前的，送上一碗面给文婉姐吃。真的假的？金华呢，最佳就是它的面条，对，一定的，因为它，我想它经过日晒的 ，OK， 而且还要晒七天哦，会很香哦，对，它已经吸附了满满的汤汁，所以你在吃面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感受到。所有的汤汁都融合在里面。哇塞！而且那个面条好 Q， 我听那个声音就知道。而且你有发现，这个面条是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。跟他们伯利厅里面的一碗600块一模一样。一模一样，对吗？一模一样。来，1234567890，10盒精华牛肉面。找回永保因子 NMN 指向型酵素，笑着找回生活动力。净天购物百货0800581736。嘉一给你家的舒适，嘉一给你家的放松，嘉一给你家的温暖，嘉一给你家的依靠，嘉一给你家的呵护。净天购物百货0800581736。日本爆红高中毕业短剧在近天日本台，面对毕业后就分离的悲伤，他们鼓起勇气想尽办法，也要不后悔地说出心中的话。毕业每周六日晚上7:30就在近天日本台。法政先锋四重磅出击，一定要查到边个杀人的仔。用尖端科技追查真相，争单命案埋一个隐藏幕后黑手，逐一破解诡异命案。警方唔系会帮我揾真相，让证据说话，为死者发声。我哋有最专业嘅法证，好快脆就知道有冇拉。法政先锋四8月17日起，每周六日晚上10点就在晋阳戏剧台。时时刻刻陪伴你，今天电视台。さあ始まりましたバズっちゃでございます。